哎，就是、你好，你好。您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？给我们介绍。我后背都不舒服。整个后背都不舒服。哎，我是上铺还是下铺？上铺，上铺。上铺啊。哎，就总觉得我一天和非常后背非常的拘谨。一整天吗？啊，拘谨。24小时吗？哎，对对对。晚上呢？嗯，晚上有睡着了，不知道啊，睡着以后就不知道了。哎呦，睡眠很难。嗯，晚上就是说，就像烙饼似的，左右着分呢。哦，是啊，哦啊，睡眠也不好、啊，睡眠也不好，对。是，嗯、这睡眠我们上几集就有谈过，对，一定是。我觉得我这是不是以前我就以为我是气血不周，是吗？是。那这以原始点看，不谈气血，只谈你筋伤、嗯，你一定是筋绷紧。筋绷紧，筋绷紧啊！啊、之后如果它很严重，那一定是属寒。属寒哈、啊？你是不是有可能？为什么说有可能？嗯、有可能就是我年轻的时候、嗯、啊，当下乡的时候，知青那个时候可能是不太注意吧。啊，啊年轻的时候造成的。啊，是啊，现在我就觉得，呀，我都总想做这个动作，扩胸运动，哎、嗯，是。那你现在真正痛的点在哪里？对对对，是不是转过来让大家知道？这个肩和这个后背这个位置，啊，这个位置，后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还有肩，对吧？肩，对，我最痛的是这里。嗯。那你现在最痛的就是这一个点，对不 对,、哎、对, 对？右侧这一个点、哎，还有哪里？肩膀这里。哎，对，痒痛痒。颈椎会不会酸？啊，酸。这里也酸吗？酸，上面也酸。对对对。那你等于现在处理的就是颈椎，啊，啊还有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也痛，这个地方。哪一个地方？这个位置。哦，这个位置也痛。嗯，也痛。那个是差不多接近头了呢。啊、嗯。头部这个接，等于耳朵的上缘、啊、这个点。对，有的时候我觉得耳朵也痛。耳朵也疼。啊、嗯，对 对, 对。那你等于头部也有问题、啊。有问题。哦，那你全身问题多啊、哦！全身，那我看哈、哦，我还是多帮他做几个部位，但全身做是没办法，因为怕时间来不及。那我们就先来解决他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睡眠睡不好。我说睡眠睡不好，一定跟头部原始点有关。那因为他这里头这一点也在痛，那个也是属头痛，那刚好也可以用头部原始点。对不对？那你还有颈椎的问题、啊、哦，那我颈椎也帮他处理，还有他的肩膀哦，肩膀还有这里、嗯，那我们就是把这一段都把它做好不好？那下脚膝盖的就留待下集吧。好，啊、我就觉得我这个皮肤啊，嗯、火烧火燎的痛，哪里？皮肤痛哪里、啊？对，全身的皮肤好多火烧火燎的，灼热感。皮肤会有灼热感、啊哎、全身的皮肤、哎、对对对，现在这里上半身也会吗、啊、现在也是有不适感、啊、皮肤也是火烧火燎现在手肘也会有灼热感、哎、对对对灼热感皮肤就表面我知道现在自己有感觉得到有这两边都会、啊、都有嗯哇那很不舒服嘞哎对对很不舒服那这样好、嗯、我尽量帮你做就是我从头部那你最不舒服的颈椎、嗯、还有这里肩膀、嗯、还有这两段你现在感觉这里皮肤也灼热痒、嗯、灼热痒、嗯、那上半部这里也会痒吗、啊、对对对这里也会对等于你从全身都在灼热痒、啊、那我揉过的地方我可以确定的就是我等一下揉过之后、啊、你这里都不会痒还有这里手臂应该也不痒、啊、好不好我来帮你做个看好那这个痛点会很痛哦，你要稍微忍受一下。没关系。好、哦，我按差不多15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、嗯，那就这样，很疼，对不 对,、嗯、对, 对, 对？哎，有问题才会特别疼啊、嗯。那这样再翻过来。嗯这一边一样，好，那我也是帮他两边耳后都按一下，因为他头也疼又失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。那我开始帮你哈。颈椎也揉一下。
这里疼吗？也疼。也疼哈。这里是不是也疼？对对对。这里疼吗？疼。疼哈。这里应该很疼。疼。这里疼吗？疼。我现在正在揉他的颈椎，这里疼吗？疼。哇，那你整条颈椎也疼嘞。疼。是。好，那这一边我处理完。我现在你头趴下来哈，我再帮你处理另外一边。嗯。不用不用，现在头在里面。这里是不是也疼？疼，有全疼，我有受不了。这里受不了了哈，那应该很疼。这里是不是也很疼？都疼，都疼。你这样有多久了？没有，很长时间了。这个人不太注意呢。没有。很长哈。一着急上火，一点就疼。好，我都帮你再揉一下啊。好，那我再帮你颈椎也揉一下哈。这里疼吗？疼疼疼。这里疼吗？疼。好，这个轻一点吧。哦，这里就轻一点啊。对。就那一地方疼，就那一地方疼。那就是上面比较疼，这个比较疼。对。好，我们头部延时点就是管整个头部跟失眠。那还有他颈椎痛，颈椎它是左侧揉起来很痛。好，那揉枕骨下缘跟颈椎就可以解决他的肩膀。好，所以我其实已经解决到他的肩膀。现在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里疼，对不对？右侧，那我答应帮他解决。那我们刚刚有教，现在如果黏在身体所有的疾病，不管前面、旁边、后面，他的答案都在脊椎两侧，对不对？所以旁边的要怎么样？找中间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中间痛呢？刚好脊椎痛呢？找上面，这样懂吗？啊，前面找后面，这是一个原始点的治疗原则，这样大家记得起来吧。好，好，那我现在来开始，他这里痛，那我们要怎么样？画一个平行线过来到脊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下面这里要不要揉？可以不要揉，我们只要揉这里，好，这一段就可以解决他这里的问题。好，好，我现在做给大家看，这里疼吗？嗯，不算那么太疼。啊，这一点呢？嗯，这一段有点疼。开始疼了哈。疼疼，对。啊，这里疼吗？嗯，对。这里也疼，好，对对，那这一边看看，这里疼吗？那不疼。这里也不疼，对不对？轻，疼得轻。疼得轻，好。对对。这里疼吗？疼疼。这里疼吗？那不太疼。这里不大疼。嗯，对。这里呢？那不太疼。这里不大疼，好。对对对。啊，这里疼吗？你这样就没疼一点。这里疼一点，啊，这里呢？这不疼，这里不疼，嗯，这个也不疼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所以你疼这一个点，对对 对, 对，对不对？嗯，这疼，好，这疼。那他这里的痛，两边都痛这一个点，等于两侧这一椎两侧都在疼，所以两边都要揉开，这一边也疼嘛，对不对？这就，疼。好，那我已经帮他揉完，那我再帮他梳完，因为他只有一个点引起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比较，刚刚这个疼跟现在这个疼哪一个比较严重？上一位患者是比较严重，因为他整条都在疼，那他只有一点点在疼，所以他的原始痛点很少，表示他的病不是很严重。对，可以从这个原始点来区别。
好，那么这里的问题我也解决了，现在他还有一个问题最后提出来的，就是这里都有灼热感，对不对？两手，那我们现在来治疗他的双手。那双手我们要治疗，其实只要从肛下肌这里揉开，他整只手从这里到这里都可以解决，所以这个部位很关键。但他两手，所以我两边都要揉。我现在来处理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疼吗？嗯，疼不算太疼。这里呢？嗯，这里比较疼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这个就是原始痛点。酸疼。啊，这里酸疼。嗯。啊，这里呢？也是酸疼。好，这里也是酸疼。嗯，对对对。好，这里呢？嗯，酸疼。哦，这里也酸疼，那这里呢？轻点。它等于这一大段都酸疼，那这么一大段表示，哎，这个部位还蛮长。疼疼疼。哦，所以。有。好，那这样来回揉个两三次，这样就解决了。因为这个都不会很长，所以很快就可以解决。所以原始点找的都是一个大开关，因为它管的部位很长。你看它一大段，我只有揉一点点筋，就可以解决它一大段的整个问题。我现在再来处理它另外一手。这里疼吗？不太疼。这里呢？哎，它开始疼了。这里开始疼了，对不对？这里也疼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受不了。啊，这里呢？好，我再轻一点。哎、这里疼吗？疼。这样受得了吗？哎呦，我放轻了还受不了。哎呦，又受不了，受不了。那你右手比较严重哎。好，我轻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哎呦，好，那我就用这样。哎呦，这样受得了吗？这样行行行。哦，这样行啊。嗯好，也实在是疼得厉害了吧？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哦、那我就轻一点，好，我就用最轻的，嗯，这样是不是比较温柔一点？嗯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我看这里。现在是不是比较能够受力了？还是疼，比较可以了哈。啊，这样揉开比较可以了哈。因为它刚刚很疼，我轻轻再把表层揉开，再慢慢揉进去，它就能接受了。对对对。哎，所以我现在就可以施力了。哎呦，我实在是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。好，这样我算已经揉完，我现在帮你舒缓哈。谢谢谢谢。对。哎呀，这舒服极了！这样舒服极了，对啊，所以才叫舒缓。哎呀，给我疼出眼泪来了都。哦，是哦。嗯。嗯，是疼出眼泪，我以为感动到流眼泪。感谢感动，可以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慢慢放一下，慢慢下来。真谢谢他是，啊不会不会，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。现在的感觉怎么样？呀，全身舒服多了。哎呀啊，原来非常拘谨，我上来就说拘谨的。嗯，是啊，你看上身，哎呀，轻松特好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那我再问你，我们一点一点问，头这一点有没有轻松？轻松多了，全轻松了。这上面是松懈的。灼热感还会吗？啊，灼热感没有啊、哦！现在真是的，非常的好。没有灼热感、啊。哎呀哈，我真是的，我的全身的灼热感，尤其是腿部以下灼热感，已经好几年了。现在上半身没有，啊、腿部还有吗、啊？现在腿部，哎呀，腿部好像也是轻松的。轻松一些了、哦。这么神奇的。最重要，我相信你现在这里上半身是舒服的。舒服极了，谢谢在座的朋友。谢谢谢谢。